山市顺德区迪麦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一家专业从事广告印口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成立于2004年，研发生产基地坐落在珠三角的佛山市顺德区，拥有经验丰富的中高级各类人才20余人。我司自主研发生产硅胶滚，创新是我们的灵魂。经过14年的快速发展，公司已从最初的简易冷表机发展到当今的全自动覆膜机系列、皮革机系列、异形切割机等等，为国内外数家知名覆膜机品牌提供 OEM、ODM 等服务。公司国内代理商遍布全国33个省、市等地区，服务网点覆盖到全国各地，随时为客户提供较为便捷的技术指导、日常保养及售后维修。此外，迪麦斯产品已经远销至东南亚、中东、欧美等几十个国家级地区。迪麦斯凭借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全面致力于推动广告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不断问鼎行业新高度。2018年，我司全新研发生产异形切割机，从前期图纸到后期生产，由小到大精益求精，力求为广告人打造既便捷又实惠的生产能手。异形切割机不仅能迎合广告行业的需求，更适用于汽车内饰行业、服装行业、包装印刷行业、皮革鞋材行业、家居行业等众多领域。在国内的广告行业同类产品中，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产量上，迪麦斯公司都一直雄踞领先地位，并不断缩小与国际同行间的差距，设计的人性化，操作的智能化，生产的规模化，管理的现代化，品质的标准化，都得到了国内外同行和广大客户的广泛赞誉，为中国广告设备制造业的发展贡献了全新的理念，并必定能领跑中国广告设备行业的健康高速发展。